做蛋糕最想要做的一件事。北京做给我妈吃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妈这辈子吃了很多苦，所以要给她吃点甜的。我小时候跟我爸爸的感情比较好，因为我妈咪是比较保守的人，我爸爸比较是个开明的人，所以我小时候跟 daddy 会比较好。然后是直到就是我 daddy 就是生病过世之后，才开始跟妈咪感情变好。越来越大之后，才就是知道就是他其实很辛苦，然后为了这个家其实做了蛮多牺牲、蛮多事情的。加盐吧。然后我印象最深刻，我觉得我，让我比较难过的是，因为我妈之前就是家里的因素，就是爸爸生病啊什么的这些的，然后她压力太大之后，因为我妈其实是有一边耳朵是听不到的，所以我觉得妈妈为了这个家付出的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多。然后就希望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尽量能减轻他的负担，然后能让他多吃到一些甜的，让他心情可以比较好。